香港公开大学是推行本地开放教育的先驱，自成立以来一直为港大有志之士开办灵活专业的兼读和遥距课程，帮助他们增进学历和竞争力，对推动终身学习文化和提升香港人力资源质素方面贡献良多。为回应社会需求，公开大学近年更加投放大量资源开办不同范畴的全日制学位课程，为中学毕业生和年轻一代提供专业实用的学术培训，培养他们成为社会各界的栋梁。三十年来，公开大学发展迅速，成绩斐然。所谓三十而立，我期望公开大学继续紧贴社会脉搏，提供优质教育，拓展应用性研究工作，从而推动本地高等教育界的多元发展。在这里，我祝愿香港公开大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